指挥车，这里是 A 组，目标离开车辆，进入西大桥南侧引桥下方。指挥车收到，寻找最佳观察位置，继续监控目标。收到。收到。目标可能会跟上线联系，准备捕捉信号。明白，明白。叔，东西已经放好了，我的钱呢？十分钟后到账，你赶紧开车走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的？那你留在那儿，等警察来抓你吧。定位到了吗？通话时间太短，还在运算。找到了，在桥东的高速入口，只有3公里。通知市局。是。安科，省厅那边来了定位信息。C 组，这里是侦察车。C 组收到。定位显示目标在响水高速入口，距离交易地点只有3公里。明白，立即前往。收集证据，不要暴露。收到。过桥以后第一个匝道转下去。好。手机源信号一直原地没变，小心接近。明白。怎么了？后面有尾巴。安科，目标已经丢弃手机离开现场，应该朝你那去了。B 组，你那边有动静吗？暂时没有。A 组，送货人那边什么情况？送货人这边来路返回，视野清晰。收到。我们这边没有看到买家出现，不排除刚才的停留只是个幌子，他们很有可能改变交易地点。A 组收到，有情况我随时汇报。指挥车 ，B 组呼叫。收到，请讲。情况不太对啊，已经过去十分钟了，买家距离接头地点只有3公里，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待命吧。明白。小杰，信号定位地点有没有道路监控？没有，整个路段只有2侧桥头有监控。从匝道进入主路，是不是只能从桥东往桥西行驶？没错。我知道了。今天行动结束以后，去找交管部门，
拷贝一下监控，做好筛查准备。明白。A 组呼叫指挥车，收到，请讲。目标已返回住处，沿途未做停留，没有可疑举动。收到，您待命吧。收到。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，美嘉不愧出现了，我通知他们收网。各小组注意，立刻回收货物。对送货人实行抓捕。安可，买家还没出现，确定要终止任务？执行命令。是。子轩，等市公安局那儿弄到桥头监控画面，你帮他们做下优算，删减过程。现在是早高峰，行动期间起码有好几千台车过了桥吧？应该用不着。信号定位离买家只有3公里。他接到电话之后，上高速前往交易地点，高速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。他再怎么耗，都不可能超过10分钟。懂了。还有，这10分钟之内，所有的车辆信息都要留档。明白。马上，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我现在还想不到，我得去现场一趟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子轩，导航。好。一个细节，哦，说说看。买家选择在高速公路匝道口等刘宝强的消息，这个地方不能掉头。一旦上去的话，必须一直往前开，经过跨海大桥。你是说，他如果知道有风险，应该会选择一个更加灵活的地点等候通知，至少得给自己留一条备用的逃跑路线。对。所以对方根本就没有想到，刘宝强已经被我们监控。他之所以没有出现，只能说明有人提前向他示了警。市局的行动部署我看过了，没什么漏洞。这个报信的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交易地点已经实行了监控的？这栋楼的视野最好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嫌疑人应该是男性。身高在1米8以上，年龄在30到50之间，身体状况良好。你怎么知道？晴天，你看这个监控器的安装位置，接近3米高，而且附近没有任何可以踩踏的地方。嫌疑人即便是使用了长柄的工具，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身高，才可以对其进行破坏。电梯的监控正常运行。嫌疑人应该是为了避开监控，才走的应急通道。这个地方离交易地点不到1公里的距离，
即便是嫌疑人携带了便携式望远镜，也不可能对其进行细致的观察。所以，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携带了专业的高倍望远镜，并且爬了这么多层楼。像这样的强度，也只有身强力壮的男性可以做到。有道理，对方能够看出我们的部署，说明他经过大量的专业训练，所以应该年龄不会太轻。没错，人外有人，局中有局，我们还是太小看这次的对手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个买家只是冰山一角，如果还有这种专业人士在背后支援，恐怕我们要面对的是一整个犯罪组织。线索全都断了，看来一时半会儿你也回不了北京了。请听，我申请并总。坦白从宽，我建议你先交代了。我交代什么？我，你今天干嘛去了？跟谁接头？谁指使你去的？你的上线是谁？是打电话找的我。他现在他给我了一笔钱，让我去指定的地方送东西，还提醒我别被人跟踪了。我全程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是一个跑腿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跑腿啊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的表现跟陈灿相比也太业余了，我觉着不像是在撒谎。安克，这种人不可能察觉到我们在跟踪吧？应该也不可能向买家示警。这次行动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安静，杜某，你们俩跟我走。这什么情况？来了，老宋。一会儿要见的人对外严告保密，包括市局的其他同事。是。宋先生吧。我是宋明，宋局好。请听在里面等您。好。秦天，哎，罗松啊，哎，你好啊，你好你好，介绍一下啊，啊，我们省厅的副厅长秦峰同志。秦天好，我是双清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安静。秦天好，我是双清国安局侦查科侦查员杜某。嗯，很好。马上。我是马上。大家好，我是贺子轩。你们好。嗯，别看他们俩年轻，都是总部派下来的。马上侦破过几起大案，可谓说是战功赫赫。贺子轩是信息高手，主要负责通讯工作。啊，提醒你们一下啊，他们俩的身份要严格保密。在市局内部也一样。明白。安静，需要我们市局配合的，你出面对接。是。好了，咱们坐下说吧。来，好，坐吧。出于身份和安全的需求，我把专案组的行动
引起附近船主的注意。很好，那咱们进入主题吧。关于今天行动的情况，马上有些重大的发现。我和秦听事后去了交易地点，发现下游大概1公里处有一个建筑群体。随后我们前去做了确认，发现有人远距离监控交易地点的证据。1公里的距离，对方应该携带了高倍望远镜。大楼的监控视频里有没有找到有相关特征的人？天台的监控被人为损坏，所以我分析，嫌疑人应该是直接进入地下停车场，然后利用应急通道避开监控，最后才从停车场离开。明白。对方能够迅速看破我们的安排，并通知买家撤离，说明对方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。这样的人很有可能提前1天就进场观察，不会那么轻易暴露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这是一次有规模、有组织的犯罪，涉案人数之多，远超我们当初的预判。如果不认清这一点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不太确定，可能是被下线卖了吧。他们抓你的时候，你还真是倾巢出动。要不是搞这么大阵仗的话，我还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警察？不太像，像国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手里不是还有另外一张牌吗？任务继续啊。可是现在国安已经查在我身上了，我可能已经暴露了。哎，不会的。你凭什么说不会？你今天又没出现，而且之前的人根本牵扯不到你头上。我是爱钱，可是我不想把自己带进去。你要这张牌，我可以给你啊。你安排我离开中国。周烈，这行的规矩你不是不懂，收了定金就要把活干得漂亮。宋局，这个案子组织上决定由你来挑头。明白，案情有任何变化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。我再次提醒各位，这次行动必须成功，因为失败的代价我们根本承受不起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目前这种平静只是一种假象，这恰恰说明我们将处于一个最危险的风暴当中。现在我宣布暴风眼行动正式启动。是。Did you get that？Now is the fair? Yes. Safe or not? Not safe, but I can deal with it. Great. We'll wait for you. 我听秦婷说，你执行过几个特别重要的案子。这种机会可不是谁都能有的。你对我也算知根知底了。像我这种天赋异禀的人，到哪儿不都得受重用？
对不对？其实啊，我一直觉得这工作太辛苦了，不太适合女生。但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这行？科当科长几年了？四年多了，怎么了？这么厉害啊！我之前只见过男的当侦查科长。我们安科每年试局考核都是第一。这么优秀？哎，那他现在还单身吗？干嘛？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帮马上八卦一下，看看这小子有没有机会死灰复燃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啊，你们安科跟马上是老相好了，在大学里谈过恋爱。当当当！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就知道你又在加班，先吃吧，吃完再忙。好香啊！平时没白疼你。这长安科技的资料要的这么紧啊？嗯，早点入手，多做准备。哎呀，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，太被动了。那吃完了，我帮你一起查吧。笑什么？占我便宜没够。婷姐。嗯。给你八卦点事儿呗。你说。你跟马上谈过恋爱啊？谁跟你说的？贺子轩。我就随便一问，你要不想说，我就不问了。哎，没什么。大学的时候，我跟他是同学。那是出事之前。我的事情，整个侦查科只有你知道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放心。那你们俩现在什么情况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看他老冲你挤眉弄眼的，感觉好像……我们俩什么情况也没有，现在就是工作关系，你别再传我的八卦了，行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吃吃吃。婷婷，你可真准时，一分钟都不差。您选的这个地方也太偏僻了。哎，这风景好啊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想法了吗？我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有些疑点。哦，这次研讨会是鼎华内部的会议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基本没做任何宣传。嗯，但是陈灿是直接奔着研讨会来的。今天，您说有没有可能是鼎华内部的人泄露了消息？嗯，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。我觉得当务之急，应该先从鼎华内部的人开始排查。好，我会向市局调鼎华的内部资料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做好了。秦听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你效率已经够高的了，调查怎么样？由于时间有限，只调查了鼎华高层的资料。
老一些。那为什么他是副总？鼎华十几年来经过数十轮的并购，这是资产平衡的结果。虽然他是常务副总裁，但权力一点也不比总裁小。不过我在调查苗焕阳的时候查出了一些连带疑点，我稍后再说。鼎华呢有十几个副总，其中最有实权的一个叫彭一山。你想调查长安科技？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必须要主动寻找突破口。我不太赞成，因为我们查的是技术窃密，核心技术在鼎华，而不在长安科技。贾长安和苗焕阳可能确实有问题，但别说贾长安是苗焕阳的准女婿，就算是他亲儿子，苗焕阳也不可能把核心技术透露给他。所有公司应该都有相关机制避免这种问题。那你想怎么入手调查？晴天，我想进入鼎华内部。你的意思是暗中调查？对，对方已经知道国安的存在，所以会更加小心。可是我的方案跟你并不冲突。但是专案专办，咬死核心技术就行了。况且现在局势还不明朗，我们的每一步都要走得更加谨慎一些。我认为任何细节安排不到位，就有可能出现纰漏。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但是调查长安科技很可能是在走弯路，而且好了，你们陪我走走吧。你们看过那个任务的报告？哦，幸亏当年的对手不是你们俩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我们做这一个决定之前，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商量，全靠的是默契和信任。
基础是要建立信任。建立信任的基础，先是要放下自我。这个跟谈恋爱差不多。你们两个有基础，是吧？好了，我走了。我们的事儿，你跟秦婷说了？啊？没说啊。我只跟他说了我们是大学同学。我真没说。苗总，这个合同需要您签一下。法务看过吗？上一半他已经看过了。好，那我先拿给法务看啊，等重新确认再给您。苗总好，这边请。这边请。谢谢。苗大小姐，这是又来照顾我的生意了。必须的。那菲菲今天还是老样子，就你最懂我，给你安排。怎么大中午的背个包啊？我正想问你呢。嗯，你下午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如果方便的话，陪我一起去试婚纱吧。婚纱？宁蝉这么快就定了？是啊，婚期都定了。那恭喜你了。嗯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好。是长安。长安。菲菲啊，我现在往那边去了，你好了吗？我吃口饭就过去。好，那咱们待会儿见，不着急啊。一会儿见吧，爱你。但是菲菲，我下午约了客户谈生意，可能陪你去不了了。嗯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到时候拍照片给我，帮你选。哎，那好吧。嗯，对不起嘛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半个小时内，老地方见。今天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怎么，要陪菲菲去试婚纱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你了呗。哎，你猜我想干什么呀？别太过分了。就到了。啊，那个，公司临时有个会，融资的，推不掉，我现在得赶紧回去呢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那家店真的很难约时间的。那要不这样，你先过去，然后我这边完事儿的话，就直接赶过去，你看行吗？行吧。
不是讲好了吗？互不影响的。这也就是你自己骗自己的话。我跟她是闺蜜，你周旋在我俩之间，想欺人之福，还想互不影响。好，那你说，那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。别着急嘛，我找你是有正事要谈。对，多吃点啊。怎么了这是？别提了，今天姐在婚纱店。我在想工作的事。工作怎么了？我想把杨轩换掉。为什么？咱们跟后勤供应商的合同不是重谈了吗？嗯。今天新合同刚下来，杨炫还没给法务看过就直接拿来让我签字，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杨炫可是庞一山的人，不好换吧？可我觉得这种事情看起来是他大意，其实另有目的。水飞啊，你的顾虑也有道理。换杨炫的事咱们从长计议，但我觉得首先还是得平衡好庞一山那边。爸，那庞一山不是成天拍你马屁吗？他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又没在公司工作，你知道啥？嗯，行，那就都听您的吧。嗯。你好。